13月照相馆是澳门首间可以提供韩式一站式照相服务的专门店。咁我哋而家暂时面临嘅困难都同好多中小企一样啦，都系因为资金贵而且人力资源短缺而有好多烦恼喺入边嘅。咁同埋韩式照相呢个服务咧，暂时喺澳门嚟讲未好普及，我哋系第一间喺澳门度推广呢个服务嘅，咁所以就需要喺宣传上面加大力度。咁我哋而家除咗影个人嘅证件相之外啦，仲会进一步去推广去俾其他社团啊、公司啊，又或者系其他团体咁样，去帮佢哋嘅员工拍一啲专业形象嘅造型照，咁从而提升佢哋嘅企业形象同埋员工嘅个人形象。